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小鱼。我老公现在在给我女儿换尿不湿，女儿都2个多月了，她都没换过几次尿不湿，一下不是说什么手疼啊、腰疼啊，然后什么粑粑太臭了，闻不得臭味呀、啊。我现在买了一个神器回来，逼着她换尿不湿，来，在后面再换。怎么样啊？今天腰疼不疼啊？还好。还好是吧？那以后就都你来换了啊。不行，你早点买这个不就早点好了？是啊，我现在特地是为了你买的这个东西。害我之前腰那么疼。那以后就都你换啊。也不能这个样子，那到时候那腰是不疼的，这粑粑味还是受不了啊。粑粑味不就是个粑粑味吗？你闻的是粑粑，我闻的难道不是粑粑？怎么受不了了？真是的。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拼命糖多，腰疼腰疼，给你买了个这个解放你的腰，又说什么粑粑臭。到时候再买个鼻塞。我给你买个防毒面罩，好吧？看，就这样的一个架子，然后那一边可以放点东西。爸爸给你换，开不开心呀，宝宝？爸爸穿的挺好的呀，技术挺好的呀，以后都要爸爸穿好吗，小香姨？以后换尿不湿就喊爸爸哈，到时候我先叫你喊爸爸，有啥事就都喊爸爸。你说好，我听见了。他尿不湿已经穿好了，我每次要我老公干个什么，他总有说不完的理由，找不完的借口。反正这次买了个这个也买的挺好的，他后面就算不换，起码我换起来也轻松点呢。之前在床上换尿不湿腰都要搞断了，换一次好累啊。这个东西买的还不错，还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